这是一款内置真空泵覆膜机，无需外接真空泵，只需要插上电源，并且是220/110通用的。首先我们把三吸板打开，用脚趾把这个孔眼都封上，封完以后把盖板放下去，盖板盖住的地方戳一些小眼，下面不用用力，可以隔一个戳一个。然后上面 OCE 胶盖住的地方也要戳小眼， OCE 胶这条边缘现在对着孔眼盖住的地方全部戳完最好是，因为上面要求我们吸的吸力要求高一些。现在开始覆膜，外膜撕掉，对好尺寸，对好尺寸，然后放好位置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求这个滚轮的这边这个边线要压住 OCE 胶的边缘线，吸住，然后放下去，手要稍微用一点点的压住。非常漂亮，一点泡都没有，很整齐。OK。